入美国福建市海商会成立四周年，宣第二届新成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在这里顺利拉开了序幕。我已代表美国福建市海商会全体同仁向百忙之中出席盛典的各界朋友和各位来宾，以致以热烈的欢迎，阖家安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Thank you.
生意的生意红红火火，尤其是我们四海商会都是大老板，是吧？又是一年金风送爽时，又是一年花好月圆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们、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明天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了，今晚我们举杯献邀，欢聚一堂，共同来欢度这一美好的日子。都说相聚是缘，相逢是歌，在这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欢天喜地欢聚一堂，共同迎来了美国福建四海商会四周岁的生日。在此我隆重地宣布美国福建四海商会第二届新职员就职典礼现在开始，请全体来宾起立，保持肃静。
盛鼎出席的各界朋友和各位来宾，以致以热烈的衷心的感谢。非常感谢王振国顾问和全体挚友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推选我担任美国福建四海乡会第二届会长，本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定当秉承守望相助、共谋发展的创会宗旨，依靠团队的力量，凝聚全体挚友共同智慧，诚心诚意为乡间服务。本着四海皆兄弟、携手走天涯的团结精神和豪迈情怀，努力把福建乡会做强做大，为捍卫祖国发展利益，推进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维护乡间正当利益，做出新的贡献。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安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用掌声请出我们本会的秘书长魏青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掌声有请。金秋气爽，丹桂飘香，在这秋日盛春下的初秋美好时节，我们非常高兴聚在一起，共同庆祝美国福建四海商会成立四周年庆新职员就职典礼。对于大家的大力支持、热情参与，我在这里，让我代表本会秘书处向你们致以热烈和欢迎和由衷的感谢。现在我受李国民会长的委托，介绍新一届的规划愿景，希望全体职员共同努力，一起把美国福建四海商会做好、做大、做强，为旅美福建三人搭建一个与祖国地方政府交流沟通的平台，提高职员办事效率，充分发挥三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希望美国福建四海商会在李国民会长的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坚定不移地捍卫祖国发展利益，身心力行地做好中美友好的推动者和促进者，推进中美贸易合作关系，维护商家的正当权益，为社区繁荣、求利、求团和社和谐共同努力。也在这里，今天祝我们在座的嘉宾中秋节快乐，身心健康，谢谢。我们的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先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场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登台，好吗？所有人非常热闹，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美国福建四海商会为我们的已经四年为我们社区服务，感谢我们会长李明李国明，他也是朋友，将来希望一起合作，为我们华人及华人社区服务，加油！感谢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纽约市警察总局的警司登台致辞。At this moment, let me introduce Chief of NYPD, Tino, let's welcome. Good meeting, Deputy Director Lin, Liang Lin. 你好，晚上好，大家。
He is new to the community stand world.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is working very hard on the issues that impact the Asian community. We care abou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We care about the businesses that make this city thrive. I want to thank the Sir John Dorsey United Center and the President, Mr. Lee, for inviting me. Thank you so much.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呢代表 VIP Community Affair 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警察62分局的局长，来有请 Inspector Cao Chen， Let's welcome。从他部级的部督察62分局的局长，我在大了。首先感谢李会长的邀请然后我在这里祝贺福建的四海沙会的成立4周年，还有第二届新智联合作出媒体成功开幕啊。然后我最主要的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声，明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快乐，你们跟四海沙会继续跟我们的警察去合作，还有继续跟我们希望在李会长的和李副会长的带领下继续为我们的社区做出贡献，谢谢。这是我们纽约市警察71分局的局长，我们有请Let's welcome Inspector Joseph Hayward. How's everybody doing? Let's raise up our glasses for the Four Seas United Center. Thank you for all you do for the community. 谢谢哦。那我们把我们酒杯拿起来，为我这个四海商会干杯。为他们这个作为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干杯。The police department will always be here for the Asian community. I know the Asian community is always here for the police department. So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Thank you. God bless. 纽约警察局是一会员，我们一直会在这里为纽约的华人社区服务，因为我们知道纽约的华人社区一直会为我们的支持我们警察局，所以谢谢大家。72分局的我们的局长，有请曾武先生，掌声欢迎。谢谢大家邀请到今天的晚上，希望大家今天过得还是很开心一天。中秋节快乐 ，OK。我们邀请的重要嘉宾，我们纽约州州长的代表范小金上台来致辞。非常开心，今天代表州长纳尼可可带来一个包洋状，特别祝贺我们美国福建四海商会，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和你们一起变成 partner， 为美国的华人社区或者福建社区的各位小商家服务。那我现在有请李国民会长上台，还有其他的领导，大家可以一起来接受这个包洋状。中秋节快乐，谢谢。OK， 有请您上来给我们致贺词。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孟议员呢，他自己很遗憾亲自不能过来，但是他很希望我来为四海商会带来这个包洋状。四海商会这4年来为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他也希望我们办公室以及商会呢，在未来可以为我们华人社区带来更多资源，更多服务。那我也邀请我们的李国民会长来签署这个包洋状。我们继续邀请出的是来自纽约州众议员刘义林的代表陈建荣上台来致贺词。首先，我代表纽约州众议员刘义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热烈祝贺我们美国四海商会成立四周年暨第二届职员就职典礼。首先向新一届的新职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我们社区以及中美之间的商贸促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里，刘议员有一份表扬状来祝贺我们，表扬我们新的一届职员，有请主席李国民还有议长。那下一位的话是福建公所的郑德良主席，我们有请到场的我们兄弟侨团的领导登台致辞。李国民会长、各位长官、各位侨民、各位商会的同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美国福建四海商会的四周年庆典，在这里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公所郑德良主席以及全体同仁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看到四海商会虽然创会短短的四年，但是看到今天的场面让我震撼，也让我高兴，因为也让我想起我1975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当初我看到四海总会的商会的总部会王国忠先生，当年他就是我们福州人，福州人的人才精英，我们愿意跟四海商会继续合作，开拓与进取一切的商机，在这里祝贺商会，希望咱们业务越来越强盛，商务越来越发达。在这里最后表示对所有的嘉宾们家祝贺你们家庭幸福，阖家平安，一切安好，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我们继续邀请出来自长乐工会卢建顺主席上台来致贺词。家庭大家晚上好，今晚我应受邀参加美国陆界四海商会每一次周年第二届今天解放晚会，但是为你代表美国长乐工会全体同仁大部会林敏国主席及全体同仁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美国福建四海商会自成立以来，在林敏主席带领下，许多名人创会公司爱国爱乡服务乡亲，团结国兄弟一家团，积极参与社会爱国关怀活动，促进中美两国利益化，做出极大的贡献。用美国福建四海商会在国民主席带领下，恢复飞人遇上，积极带动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春节节快乐，谢谢大家。来自美国福建三商会馆的潘慕勇主席登台致辞。尊敬的李光明会长、政界领导、各位侨民、商界精英，大家晚上好。秋风送爽，菊花飘香，中秋前夕我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参加庆祝美国福建四海商会成立四周年庆第二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在这里请代表美国三商会馆全体同仁向贵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今晚的庆典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彼此欣赏，共组成就，为中华崛起引助兵，中美友好这场和谐而一起努力。最后祝美国福建
展会昌盛，欣欣向荣。祝各位朋友、各位嘉宾中秋快乐，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让我们继续邀请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李华主席上台来致贺词，来，朋友们掌声有请。智能前辈者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晚受邀参加美国四海商会成立四周年暨十一届职友教育竞技典礼领导会，我主代表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全体人民向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众所周知，美国四海商会自成立以来，在创立主席黄振国先生带领下，步入蒸蒸日上。我深信，在李国民主席指引下，在新一届自由共同努力下，步入将更加繁荣昌盛，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中秋快乐，国庆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接下来呢，我受本会的委托，在这里宣读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的贺函。美国福建四海商会新闻会会将举行庆祝美国福建商会成立四周年暨第二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谨致以诚挚的祝贺，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时才收到了以下单位发来的贺信，贺信内容就一一宣读。来自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发来的贺信，福州市长乐区海外联谊会联谊会发来的贺信，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谊会发来的贺信，罗源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发来的贺信。再次感谢我们国内的有关单位部门发来贺信贺电。之前呢，我先宣读一下，我们捐款做这个军乐队的是以下单位，他们是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其后联谊会、长乐高安同乡会、上湖联谊会、长乐菊坛同乡会、福建长县联谊会、福州峡江联谊会、福建厚安联谊会、梅花同乡联合总会、旅美经贸总商会、后湖联合总会、首站联谊会、汶上侨民联合会、高庄教育基金会、福旗联谊会、金峰联合总会、杨宇同乡会、纽约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荣祥。以上是送出的军乐队的表演，再一次感谢各团体和个人，谢谢。那个兄弟侨团赠送给本会舞狮及管乐团的表演。美国福建工商总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纽约邦米联合总会、美国福州浪琴同乡会、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美国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美国龙津长鼎同乡会、美国竹崎同乡会、美国东边同乡会、美国长安联谊会、美国长乐大同联合会、美国福州浪琴校友会、美国福州东街联谊会、美国向阳联合总会、美国馆头联合会、美国普仙同乡会、美国连江工会、美国新福州老人会、美国岭头联合总会、美国西边侨联会、美国福州湖江联谊会、美国后湖联合总会、美国侯宇联谊会、美国陕赣村林氏宗亲联合会、美国福建福旗联谊会、美国福州市委联谊会、美国英语同乡会、美国文西联谊会、
美国梅花同乡联合会、美国泽里联谊会、美国岭南同乡联合总会、美国长乐一中校友会、美国东旗联合总会、美国福建社区委员会、美国南乡联合总会、美国福州平江联合总会、美国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美国北山联合总会、美国潭头联谊会、美国闽江总商会、美国景美同乡会、美国美东影剧团、罗源同乡会、美国三星联谊会。我们再一次感谢以上念到名字的各生力社团送来的舞狮和管乐队的表演，谢谢。手杯的美酒，恭祝我们四海山。
界精英，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谢谢。承认侨团领导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的参与，庆祝美国福建四海商会成立四周年暨第二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即将顺利闭幕。在这里，我代表美国四海福建四海商会全体同仁和各界朋友、各界嘉宾，致以衷心的感谢。
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三分天注定，七分靠。